永不放弃的在家代表工程师队长许佳瑞。所以编号24号用尽全力，只为了每一场比赛胜利。陈霸郭兆杰。球队的精神领袖朗朱涵吴代豪。马上呢为各位介绍新竹街头工程师先发王名单 Starting Five。球衣编号3号，华丽的运球成功，上篮的林明义。接着呢，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球衣编号8号，本场比赛要爆裂的弹幕聚光的选秀状元小烈苏云豪。7球衣编号7号，666的气氛大师法兹。球衣编号4号，火烫的手感，持续高冷的表现 ，OK 啦。我们禁区的守护神狮王辛巴。进组接口工程师总教练林冠伦，徐教练沈星汉，防护员欧国宏、黄建元，影片分析师于继伦，体能教练黄善富，总经理高景言，领队 Lisa。 各位现场朋友，将你们的右手伸到嗓中央，准备跟着陈建安一起来哦。